宝特瓶可以做多少事情？我们现在有船是一个其中一种交通工具，我们有 Eco Art 是建筑。国家地理频道挑战创意，创造出属于台湾的环保动力船，在地的创意，国际的高度，克服材质与时间的压力，透过精密的设计与组装，挑战不可能的任务。2011世界海洋日，环保创意船，一起为海洋保育努力。